本节目由老中网与牛角融媒体联合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nia， 我现在呢在潮州粉王的卡拉 OK。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唱 K 的包厢价格。这一间总有五个包厢，他们假日人比较多，所以假日一定要先来打电话预约。然后他们家的价位是这样的。小包厢呢是38一个小时，然后在 medium 包厢48一个小时， large 包厢是58一个小时， VIP room 呢是68一个小时。然后他们是照人数来分，早上11点到晚上7点是他们唱 K 的 happy hour， 那7点以后呢你还是有优惠的哦，只要你代购人数来，然后你们在这边吃东西跟喝东西，小包厢你只要满350你就可以直接唱4个小时免费。那现在呢我们先来介绍他们的食物吧。 他们串烧类的种类还蛮多的，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第一道是这个，这里的广东人叫它多春鱼，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喜相逢，这里面有很多鱼卵。嗯，我很喜欢它上面这 一堆东西，每次吃酱汁上面撒这就看起来超好吃的。法式八爪鱼，嗯，甜甜的那种酱烧味，因为炸过然后再去加那个甜酱汁就这样翻过，特别好吃。下一个呢是鸡胗，我还没有在这里吃过鸡胗呢。嗯，这个的味道明显比其他的再稍微轻一淡一点。他们家的秘方辣椒，我先拿两个出来，因为我有一点怕辣。那个后劲还蛮强的，可我知道为什么它好吃，因为它有一点点酸酸跟甜甜的味道在这个辣椒酱里面，所以它够呛，可是还有其他回甘的那种甜甜的酱，所以它不知道泡了什么，就让这个辣椒酱层次感很多，还蛮好吃的。下一个呢是烤虾，擦啦，嗯，咬起来脆脆的，应该是可以咬，只是我本身不太喜欢吃壳，但它这个壳其实够软，已经炸到有点像饼干那样，是可以咬下去的。下一个呢是鸡翅，嗯。它有点像跟那个法式八爪鱼，它加的酱汁是一样，是甜甜的那种，很像卤过的甜酱汁的鸡翅，还蛮好吃的。这个呢是韭菜，他们那是摆盘的用心耶。后面的这个呢是有烤过，然后再沾甜酱汁，所以吃起来韭菜的味道不会那么重。另外一个这个呢是 A 菜，嗯。它上面还有撒胡椒粉，所以吃起来就是很香，保留蛮多菜原本的味道，然后只是加一些香料去调而已，所以它本身的味道还是吃得到，所以代表它们食材非常新鲜。但是这个焗烤生蚝非常大颗，非常大颗，嗯，因为它太大颗，我没有办法整口吸。它里面那个汤汁也好好喝哦，我觉得这个是必点的，真是必点，然后再来是法式八爪鱼。这两个是我目前的最爱。好啦，那这就是卡拉 OK 里面也可以点到的餐点。其实你如果在外面点那个河粉，你是可以带这样吃，但只是唱歌比较适合吃这种串烧，你才不会吃太饱，可以唱很疯狂嘛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就是来测试他们这间卡拉 OK 的音质怎么样，就有小编来帮我们测试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你幸福就好。离开之前，不要爱的抱抱。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。修理萨米萨利，依靠大摩耶达利修起来，并在亚罗在干，红嘴操动的心顶。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?
始まりするほど才能と遠景要が Fucking。经过小编刚刚一番的测试呢，我们觉得这边的歌曲种类很多，也很新。然后它点歌系统也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你是可以自己在 USB 来就是放自己想要唱的歌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插座是满满满，他们还有附送这个摇骰盅可以玩，就是也蛮干净的，环境也很好。如果大家有空呢，也可以进来吃他们的潮州食物，吃他们潮州特色的餐点，然后再来唱歌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一共买，支持的一共买，拜拜。